我们看这题目，高铁一共有十二节车厢，要选择其中三节车厢设置行动装置的充电器，但这三节车厢必须都不相邻。试问一共有多少种选择方法？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十二节车厢，我们先拿掉三个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选这其中三节车厢来设置行动装置的充电器，所以呢，我们先十二减三，在这里我们先画。 这九个车厢，好，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好，那么九画好之后呢，我们去找这里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空隙，那么现在。 我们还要找三个，所以呢，我们从这十个空隙里面去挑三个，方法数是 C 十取三。那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找到呢？那我们可以举例而言，比如说，好，我们换个颜色好了，我们选到的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好了。这样的话呢，代表我们选到的是哪几个车厢？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一格开始填，这是一，好，那这里要，所以是二，然后再来是三、四、五、六，然后这里有，所以是七，然后这是八、九，这里有，所以是十，然后十一、十二，好，那么代表呢，我们这时候选中了这三个是二号车厢、七号车厢以及十号车厢。 那么这样的挑法呢，这所选到车厢呢一定不会相邻。因此呢，我们的方法数是 C 十取三，那么这等于这是十乘以九乘以八去除以这是三乘以二乘以一。好，那么九除以三，这是三，八除以二，这是四。所以呢，我们答案是。 十乘以三乘以四，这是一百二十。我们总共有一百二十种选择的方法，我们得到这个答案。